这里是亚特兰大吃喝玩乐，今天去探店。本期节目由房地产投资管理专家管雪春赞助播出。朋友强烈推荐我一定要来吃一下 98K， 说这边的鸡腿堡跟国内一个口味，咱们今天就一起来尝一下。那这边呢有他们家的自助点单台，会非常的方便，我们可以在这边下单，当然也可以去前台点。然后呢现在点了一个双皮奶，感觉还挺好吃的，然后比较喜欢吃这个芒果口味的，这芒果看着也还挺新鲜，挺好。我点了一个情侣套餐，非常的多，我现在那个堡鸡腿堡还没上呢。这个是鸡米花，这个是炸鸡翅，这个是烤鸡翅，已经这么多了，还有两杯饮料，然后现在等着那个鸡腿堡。我刚才尝了一个鸡米花，确实是国内那个味儿，然后现在尝一下这个奥尔良烤翅，我最喜欢吃烤翅了，好吃哎，我觉得有点像那个国内的肯德基的那种感觉呢，很香，然后那个肉也很嫩，然后也没有那种就有时候你知道有的不好的鸡油会奇怪的那种柴味儿，这个是完全很新鲜的鸡，不错耶。看很嫩，不错，然后皮还很焦，很相当不错。 So far so good。 烤上来了啊，这是一个那个烤鸡肉的那个堡，烤鸡腿堡，然后我这个是他们家那个招牌的香辣鸡腿堡，刚才那个烤鸡腿堡还有这个香辣的我都尝了，然后这两个我还真的很难说出来更喜欢哪个，因为两个味道我都很喜欢，就它不太一样，然后共同点是这个两个的鸡肉都非常的嫩，都非常的 tender， 总的来说就是非常像我们在国内会吃到的这种鸡肉堡鸡腿堡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会非常适合咱们亚洲人的口味。但是 at the same time 我发现这家店也有很多老外进来，所以我估计他们应该也还挺喜欢的，所以今天还是很满意的一次尝试，我觉得没有什么可多说的，就是非常的好吃，推荐大家来店里亲自的体验一下。 See KFC right